这次那个朱时茂就说，这我朱时茂想跟你合作，我推荐他过来，为什么没有跟你演？对，昨天都找我说这个，我就给他前面的介绍，我就是演员这个节目。我说你只要是能到这儿来就是好演员。这茂哥就说，他们让我演一个流氓，我怕把我的正面形象破坏了。我说破坏不了，说明你路子宽了。朱时茂老师对于昨天演的流氓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的心里。我这儿放一个烟，这儿又撒三个扇子。因为其实像我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去演戏嘛，跟之前在组里演戏不一样，演得很好、都是在这里。没有，他还有点怕你呢，就是你是觉得我特别凶恶？不是觉得凶，因为知道就是你的角色嘛，就武则天，包括很多角色，就感觉很霸气，就觉得瑟瑟发抖。我演不好，我都善良的角色，气场强，气场太。